盘点六个被怪兽羞辱的奥特曼，你觉得谁才是最惨的哪个？让我们一起点亮爱心，为你喜欢的奥特曼加油助力吧！一、赛罗奥特曼被怪兽踩在脸上。霜月落庭前，照谁一夜无眠，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，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，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。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，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，心事谁了解，唯有明月来相随，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。奥特之母被贝利亚打飞，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，换不回青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徒我孤影自怜，自叹又几遍。奥特曼被怪兽踩在脚下。一夜无眠，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，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，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。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，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，心事谁唯有明月来相随，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。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，换不回青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徒我孤影自怜，自叹又几遍。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，换不回青丝已经成灰。